要挑战我们的极限，两个人抛五颗扯铃。我们希望等一下不管成功还是失败，我们两个都需要在场所有人的掌声、热情、欢呼、尖叫声。大家，那最后这个动作献给今天停留在现场的你们，谢谢。谢谢你们。那我们是台北市的街头艺人，来自从零开始的曹和立、钟雨婷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表演，也欢迎在前面的打赏箱给我们一些支持和鼓励。希望刚才的表演也让你们觉得精彩，打动你们的心。跟我们一样帅，或是厉害，或是漂亮，也欢迎尊重我们的。